情绪是个表情引擎，就是它内部有情绪，根据跟人的对话语气啊，然后看他的表情呢，知道你的情绪，然后他从他自己的情绪出发，推出他应该做怎么样的表情，就是整个一个情绪表情引擎。有这个理解。很奇怪，可以说，家长离人的生活越来越近，家长。